蔡依辉，蔡依辉议员。咱各位乡亲，大家好。蔡依辉议员哦。感谢咱各位乡亲哦。暗时啊，专门花时间来参加咱台市政府举行的活动。在咱中西黄公里这部分，预计要来制作咱的舞剧工程。真心感谢咱黄公里的领导。有你，阿叫第一客，必须。讲这个滨江公大桥，这好快的工程，感谢咱领导吼，咱嘛来感谢咱的蔡委员、蔡议员来来到现场。哦哦哦，蔡议员。啊，都咱的蔡委员、蔡议员服务咱的秘书来来。哦，是好好好。还有咱的李宗翰议员、庄焕柱来来来留个记者。啊，都咱的。各位观众，现在咱公共社区活动里，各位乡亲，咱的领导，咱各界民意代表，在我一个参加老国乡，污水下水道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象征，伊上着好了个雨水甲污水分离。刚才讲咱太太个水，哦，咱的厕所变做遐水，哦，伊会做一个过滤，咱的最高水是雨水。分开，要咱以后最高的闽中泰哥啦吼，加做帮忙上人，加咱闽南语啦吼。你这个闽东的是大部分的市里中央播种化，播种化啦吼。啊，要整个中央当然，夜排说明会，一定爱恁当年一开始来整的吼。啊，不过这个发明是强制性，所以无争议哦，可能也受处分。那整个中央可能讲大麻烦是恁两边出中央。迄个限度也无八十公分，你敢冒犯啦吼？做全拢违章的，伊无你家己听。你若听到尾啊，像咱无市政府，伊较难你袂讲强制来拆除啦吼。哎，敢冒犯？当然，大家个状况无同款，哦，大家个状况无同款。敢来讲，你个民众拢无啥会来处理啦吼。啊，有来选来会，也来回复。当然，今仔来会变，要来说明啦吼。当然，我希望大家嘛个支持啦吼，因为新南区，我个建筑。那在管旅游的建筑，好不容易中央核定，新娘要整以后，我希望咱继续做啦。莫讲做一部分，以后后面我来做做。当然，用这笔资料，政府在做啦吼。资料当然我问题，我咧注意进步来吼，可以来讲我问题。不管咱怎，但是听讲我买下来啦吼。但是有做块这笔房屋税，今年我代表我们做房屋税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委员。今年我希望调动，搁无法度啦吼，搁明年，咱古厝吼，古厝啦吼，不要翻涨，所以古厝就是，九十年九年，即到一百零五年，来回三涨，即个不要翻涨，前三涨，第三涨是话今年全部减去了五十米，即个厝，伊的房屋标准单价标落来五十八万啦，比台中两间俗些房屋，前三涨咧是两万几，咱折旧率还提高了吼。刚刚讲，我最近做这样一个其他，其他不是因为附近的人啊，这个红利黑一半，那个幼儿园吼，我卖讲上者，借这个机会来关心，嘛对下台哪几日再回看见，我有机会啦吼，一定爱在红，因为在我那剩一万，红光台一家啦吼，对下台，对下我这条讲对啦，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我做美记的台总干事哈，我是台市政府水利局污水清洁工程科，我是黄公里跟新公里这个标案的承办，我姓林哦。啊，等一下会在这个简报最后会有我的联络电话，然后大家在看完这个简报以后，或者是以后在施工上面遇到任何的困难，还是拄到咱施工厂商这边有来，这个我做好势，给恁执行责任来保护。非常欢迎您透过咱的干部，咱即摆至少有摕着干部资本的啦吼。最后一页都我的联络电话，还有厂商的，也有分公司的，
欢迎你们随时打电话来跟我们联系，我们将会用最快的时间为大家来排解啊。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了，就是说在这个跟打工仔啊，最近的主管属于同一部门的，所以另外各个国家都在提倡水资源再生啊，水资源再生。那我们前面也是这个污水工程，就是因为那个大家污水，下面的污水厂这边，各点处理，各在做一个再利用的动作。啊，所以做这个污水工程，不只是提升您各居家的环境卫生。然后也是提升，就是这个国家的核酸污染等等问题啊，所以请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特别办这个施工说明会，然后来跟大家说明做污水工程的好处，然后以及完工里，那这个完工里之后，它的施工范围，还有它的施工方式，给大家知道。那请大家就是说仔细聆听我们等一下的简报。然后欢迎大家有问题，在我们简报结束以后，来分享吗？来分享吗？都还要陪住一组的，我这边来讲台特别的解答呢。哦，有疑问的欢迎都可以举手。那如果说你这边做明白，我给拿着前面服务的时候，加强苗，提供第一，加强苗，提供服务，也可以找我。签到，签名，签名，阿都住进电话。好，欢迎你们加入登记，把你们的联络方式，还有你们住家地址，好，然后这里登记。阿我两块期间来一领导，好，安排专人去你们家来做个查看，做个会勘这样子，然后来为大家解决大家住户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子。那首先，这是第一大项做说明。我们工程技能将到我们的业务单位是南市政府的水利局，那设计及建造单位是联盛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那我是三厂商制作单位是我们全报云道。那这个的话已经在六月十号已经开工了，那总共是570的工作天。我这个案子的话，王国里的部分，它的施工范围是民治路以北，然后大民治路以北啊，大公街以南，还有一个街的。那这个案子的话，在推进写顺的推进工程大概是有3500米，然后泥花的连通管工程大概是9500米。那我们在施工前都会张贴施工通知单，等于说大概你们看到如果屋前有贴通知单，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内会经常施作。那第二大项，那为什么要建设污水下水道？因为平常还没做污水下水道之前，你们的后巷可能都很脏乱，然后一些会生蚊虫这样子。然后做了污水下水道之后，可以有效的排除降雨积水，还有保护河川的水利水质。然后做了污水下水道就可以改善原本的恶臭，还有环境的恶化，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可以减轻河川的污染。污水下水道排放系统主要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现在做的污水管线，将你们的家庭废水、你们的粪水、你们的杂牌水一并输入到我们的有营的污水处理厂。那施工方式的话，有分为前向及后向哦。在制作污水管线之前，我们要先做推进作业。那这个推进工程就是主要是以浅墩为浅墩施作。那目前用户在看到我们在林制路上一些地坑、一些圆形的护工板，那些就是我们在做的推进工程。那好，那我们继续哦。那这个推进工程的话，是不会影响到就是用户的居住
入的，但它因为它主要只会在那个位置布设这个圆形的工作机，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民众的通勤还是可以的。那最近作业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是我们相关的推进的施工照片，还有这是推进工程内部的施工照片。这边有提到，不好意思，我们稍等一下。你用看八十公分无？八十公分。好，那我们继续。那原则上，推进工程是不会，人车是可以照常做起的。然后它最主要功能就是它不会破坏，它不是泥洼，不会破坏到其他的公共管线。好，这是我们用户接管泥洼制作的一些。稍等一下。哦，黄口箱啊，大于八十，大于等于八十公分，八十公分起开始起跳。那化粪池的管，厨房的浴室出来的管。会上是那个电脑有一些状况，然后我们修理一下，这样我们整理一下。不要放嘛，水管，这水管卡。出来也有这，这是一根啊出来管，一根啊出来管。主要你们的主人，还说一些助理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有一些疑问，自己不会介绍的。关外主人，好，这没办法，后厢照规定来讲。等于说就是屁股跟屁股的住户，各有也有四十公分的空间，等于说是后向宽度基本要有八十公分才有办法进行制作。一个人八七公分啦，还一弯腰。其实意思说，有些人后向也是基本够，那他可能，但问题是这个水沟可能是靠左侧，那等于说这有可能是。靠左侧这边出入，它其实是没有空间的。所以说，如果你的水沟原本就不在中间的，这个可能需要先确定好你的地接要怎么位置。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来补充说明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应该是刚刚叶所讲那个后向施作空间不足的问题。对。那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施作空间不足都有紧迫性，可能比如说有些是正后向。有些是宽度不足，有些是后面是空地的。那我们会建议，我这边先讲一个通则，我们就是说，我们进去施作之前，针对后向的部分，我们会去做后向施作空间不足的部分，并告知各位住户你们
大概是什么状况，去跟你们做沟通协调。那有什么后续的作为，我们以市政府的目前的，我先宣布市政府目前的相关条例，就是针对后向视作公权不足的，我们会告特由主管机关那边去确认是否有所谓的增建的部分。那如果有增建部分，会请住户先做沟通协调，看要不要自拆到我可以视作的部分。那如果不行的话，就是走所谓的行政程序。所以针对西里这边的所有住户，大概大家不用先担心起来吧。我们会先去拜访你们，然后跟你们讲你们的困难，你们的点是在哪里。比如说啊，你们想要做，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所以如果你针对你们的后巷现在就有担心不明朗的会后，你们可以在我们后面留地址、电话、姓名，我们会请专人去你们那边去做那个服务以及做确认的动作。因为每个租的后巷形态都不太一样，所以在这里再问，尤其是你是用行动的，我也是用听的。可能感觉起来，我讲的给你听的，跟你讲的我听的，可能都会有落差。那目前台南市政府对这个部分都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规矩可以去遵守。当然，目前的做法就是希望住户配合去做污水工程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部分等会后，只要是后向你们有疑惑的，都可以去登记。就像我今天去处理一个三合院的，他们也是可能都。我们地都乱七八糟，那我们就去跟住户拜访，去跟住户说，大家需要怎么去配合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这个污水小隧道这样。所以这些我们去你们那边拜访，我们的污水工程目前都是市府，全部的经费都是由市府去支出，所有的工作都是免费的，包括我们去帮你们做拜访、去做意见的宣导跟沟通协调，这个都是不用费用的。甚至时间，你们留时间给我们，我们会尽量配合你们。不管是早上或晚上，好，那我请现在电脑好了，我请他先把整个后续的先介绍完，之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再来回答这样。好，那刘先生不好意思，那我们继续哈。刚讲到年路管的部分，那年路管的部分呢，就是在道路上挖掘，所以说，那我们在施工前都会针对住户的。污水管那是不是有染到雨水这个部分，会先做先行的调查。那如果说这支管是雨污混接，等于说这支污水管是有染到雨水管，那原则上是没办法接入污水下水道系统内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必须要请民众请合格的水电商进行改管的工作。那这是我们前面年管的施工照片，好，我们就是参阅这样子。下一个。用污接管在施作前，我们会先做试水动作，确定说你们哪些污水管是确定说都，我们会确信你们的粪管、杂排水、厨房、浴室这些粪确定之后，我们才做接管的动作。好，下一页。那这些是我们相关施作的流程。那在施作同时，因为可能会滴出好几，洗的保险用，今天出好几，会有十几汤。那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每天施作完成之后，我们会铁板让民众通气，所以是没有那个。出入的问题了。那后巷施工的话，规定就是要有80公分才有办法施作污水用户接管。那小于80公分的话是没办法施作的。那这是相关的那个施作的示意图，前面有，等下可以做说明。那这是后巷连通管的施作照片。那后巷在施工前的话，因为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瓦斯台。然后还有抽水马达，那这部分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巷的施工，那这部分可能要请民众这里先行把它给清空，我们才有办法进场施作。那这是施作前跟施作后的对比照片，施作后就是可以整体感觉就是后巷变漂亮这样。那这部分第四大项，我们请大家配合事项，后巷如果说宽度不足，80公分，那可能要请你们就是自行拆除到。是不是所规定的空间，我们才有办法再进场来施工。然后之后，然后再来就是要请民众这边配合我们城商办理现况调查，例如你们的污水的出水口，还有一些你们的现况，那我们可以把它给照测回去。然后再来是我们这目前现阶段我们在做的工作项目哦。那我们这阵子都在做一些相关的你们用户这边的临房调查，我们会把你们的一些房屋的现况给拍摄回去。那
那之后我们在施工中如果有一些问题、有状况，我们都可以拿来做参考。那在工作井，因为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住户已经参加，就是我们的技师有做帮你们做临房鉴定的。那受到临房鉴定的那些住户们，你们有可能会被我们之后可能会在你们的房屋装一颗倾斜器，但是我们要测量你们的有没有做你们的房屋有没有在我们施工过程中造成呈现。那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在做这个之前也会先跟住户告知。那营业场所如何配合我们建屋水管道？因为平常在主设那支污水管哦，就是你们的厨房，厨房那支管路啦，因为那个有用油，油够久了，对不对？造成污水管堵塞，因为我们污水管为了防臭，它会有一个存水管的设施。那营业场所因为它用油量很大，所以我们会建议这些场所可以装油脂节流器去改善这个情形。部分污水管的处置方式的话，就是刚刚还有提到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尽可能都会配合，希望去协调所有的用户可以连接管，这样子可以一同改善我们的环境。然后大家都拿到用户监管委托书，我们要收回你们这张委托书之后，我们才会进场进行施工。委托就是我们做的这工作都是经由你们所同意的。那目前的污水接管的工程，就是我们刚的建造，我们有说就是免费的。然后你们民众的义务就是说，你们必须留有80公分的宽度，让我们可以进行后向的施作，这样也可以有利于我们之后要维护保护。然后目前污水施作就是刚有提到就是免费，所以说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配合我们来做这个工程。污水下水道完成之后，你们的后向连通管接完之后，水沟重新修复完的时候，希望说大家可以共同的维护，因为这边是一个大家所共有的，对，这个东西也是用长久的，所以说会希望大家可以一同维护。那相关的一些说明环节，民众参与。然后再来是最常见的问题啦，那总共我们大概有7项，那第一项。如果我们要做我们的污水下水道工程，它就是涵盖了用污水管线施作，还有在这里很重要，这个是后段子的填土。那这部分如果等一下可以，民众如果有意见可以答复。那这个东西的话是我们必须要经过你们住户同意才会做的。然后还有管沟路面修复跟污水管结构修复。然后第二个问题，如果有增建妨碍我们施工，还要把它如何处理？后向就是因为规定是80公分，所以说如果不足80公分，那就是要请出提供到80公分之后，我们才进场施作。第三问题，施工时有没有影响你们排放问题？没有，施工的时候你们一样可以用水，你们就是不用理会，你们一样就是可以正常生活，就是等于说排水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大概10到12天可以完成整个工程的施作，住户这样子。然后第四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配合我们，就是做相关的调查，就是我们可能要做你们做临房或者一些现况调查，在一起住这边要多加配合。第二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在施作污水的时候，你们有同时想要就是改善管线的话，那这部分的话，是否这部分因为我们是公工程，所以我们不会帮住户做实际的动作，那这部分要请你们请合格的水电商来进行施工。第二个问题，那第七个问题，我们就一定。说明哦，那如果我们在施工的范围有没有淋水到你们的一些，因为我们在开挖，你们的水沟一定会坏到你们的水沟面层，水沟面层如果是洗石子或者是瓷砖的话，那我们会照旧修复。那因为它瓷砖毕竟用久，它会有色上差异，这部分就要引起民众这边见谅。那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那因为王公里这边都是属于市调的范围，所以你们可以记市调的联络人的电话。那民众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先把它拍照就办查起来。酒店，办事办。那个电话。各位民众，这个在你的简报的最后一张都写。哎。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都联络最底下那个0670-03060，这是24小时专线，每周晚上也是会有我们的公司可以接。那 OK，
可以的话，请问你的话，可以请大家这边做发问。来，咱非常感谢我们施工厂商堆高营造，详细的为大家解说我们王公里这边相关的污水施作流程以及方式，还有一些可能会影响到住户，然后希望住户配合的部分。那咱即摆就是请咱乡亲有啥物问题，欢迎咱扬手吼。我欢迎我们举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麦克风提供给民众，然后我们来进行解答。我问一下我们那个民治路26巷21号那边是要从，因为我们那边旁边没有路进去，然后是计程车巷道进去，那施工的话可以进去吗？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等一下可以要请你麻烦你留下那个你的电话，然后不要派专人去到现场去看，这样才有办法帮你解决。我跟这位大哥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做污水跟污接管，其实化粪池的部分，你们可以选择要打除或是不打除。因为有些化粪池它是在屋内，那你打除之后可能会造成人家甚至他拍回梦啊，什么这些大家的困扰。那所以化粪池可以选择不打除。那为什么我们会鼓励说化粪池去打除？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做污水接管之后，你化粪池或铁柱之后，我们是以后就不用再去用一体物理啦。简单的帮你要节省这些东西，你们问题啊，那是还可以的，没这么纠结。我们只要掌握料理啊，我这边家里也往里拍，拍料，啊，内底各家接起来，各家分起来料，料理回放，但是我回放即卖个大家说明清楚。关于厝内底回放，我是叫还有到处通的这些问题啊，因为大家。每间住家它的路面形式不一样，没有办法说每间去工作，所以市府这边给我们的规定就是说，关于室内的化粪池，只要打除之后，只有回复到平息交织完成，我们了解这个我刚刚的提议，这里要因为化是非大白界大太阳，中共政府是讲，其实化粪池不怕，干不怕。即个交通局讲，讲无关系，是讲你若拍掉，讲你厝内底无法治，佮可能较袂产生胶爪嘛，胶爪细只胶爪会生出来，是讲以后你两个可以做即个。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哈。像台北市政府是有规定要做污水下水道一定要打除化粪池，但是由于南部区域我们台南这边很多化粪池其实是在家里的室内，不是在室外，所以目前台南市政府是没有强制规定说一定要填除化粪池，但是目前我们的取向是希望鼓励大家去填除化粪池，所以你们如果针对化粪池填除，到底会不会针对你们产生困扰？你们可以请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施工厂商，帮你们做评估，看怎样对你们比较有利。那我们这边的经验建议是说，如果你目前已经有常年累积，比如说一年、半年或是几年都要抽一次化粪池，那其实代表你的化粪池的功能已经消失不见了。那我们会建议，除非真的很困难，不然还是建议你们去把它做填除掉会比较好。为什么会补充说这个规定呢？因为不排除台南市政府日后也会走向台北一样，就是一定要填除才可以接污水下水道。所以这边要先说明一下，因为有时候相关政府的法规会跟着时间慢慢去做调整、去做修正。事后不会再追究，事后不会再追究。化粪池，所以我刚刚跟你报告了，不会事后追究，已经做完了。但是化粪池不会溯及既往的。化粪池。
应该是这么说，我因为我们是公司的，哎，这样挑挑，我们是上市公司，就算你现在问所有的市场人员我是谁，没有人可以跟你说这个问题，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讲，相信。会比较慢，他会 Q， 一般不会让主办机关或是政府单位去追溯之前的，你本国的感情，你今天情况就拉高。那当然，我们是尽量鼓励大家能填储的，尽量去做填储。那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填储即使是修复到整个面屏，但是是 PC 面，这但是有些住户家里是有瓷砖大理石的，这个部分我们委托施工厂商，如果你们愿意提供材料。这个部分我们拜托施工厂商免费帮你们贴回去，这但是就是容易会有色差。对对对。古维新的嘛。这是我才我刚跟你报告的，如果像这种困难的，我们的建议就是，因为我遇过在楼梯底下的。哦，你好。对。可能有结构性的危险。哦。大概是这样子补充。结构性危险。结构性危险，你要给他们给地方的。嗯，对啊对啊。哇，好逼。后面水沟有围墙，后面水沟有围墙的，就我跟，没关系，我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你们针对家里各家各户可能都有一些疑问的时候，比如说像各位大姐讲的，我家水沟上面有围墙，那我还是建议留电话住址，你们直接去现场看会比较明确，会比较明确。那现在待会大家提问的是属于一些对通则性的，那各家各户一定会有疑问，我家到底是什么状况？就因为你用讲的，比如说。哎，对对对，是我们有做到这个服务，就是你们只要留电话给我们，我们会排时间去你们家拜访。应该不是说想要解答问题，我解答这位大姐的问题，我很可能会要解决。贵生，你贵大。跟各位报告一下。所谓的专门不做，就是说，如果你家是前向排水，左邻右舍不做，跟你们没关系。那如果今天是后向排水，我们刚那里也有标示，就是说我们会去登记今天是哪一户的原因，请你去检查，请去看状况。我们这讲快了。跟你们这些愿意要施作，有施作空间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他不加的。对。你更多的会卡进。对，那就是。对，那变成说我们会帮你造册，你是能配合施作的。你没有施作的原因不是你的问题，是左邻右舍的问题。那其实就是回归到日后台南市政府一定会强制拆除之后，才会对你们这些左邻右舍。哎，没有，我跟你报告一下哦，这个台南市安南区已经进入强制拆除的部分了。没有他的，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法规。他目前的做法，就我刚刚先前宣布的，他是希望大家预留足够的污水施作空间，让我们去施作污水下水道。他不是想要拆除违建。那可是，对，可是遇到刚这位大哥讲的，但是安南区那边因为要是属于 BOP， 主办机关要有。要给施工厂商有足够的施作空间，所以他就进入到强制的部分。很喜欢去天安堂的选择。你应该知道说，明星国光才喜欢天安堂。很喜欢。没有，安南区有分两个部分，它有些甚至不会比连锁店还新哦，它有三四十年。跟这位大哥报告，就是说，如果你家是有足够的空间，那等进来，这搞不好，用耐心跟你讲，对，过来，他们，对，最高政策是他跟的，建的，谢谢哈。谢谢哦。哦，谢谢谢谢哦，哦，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但是，
谢谢谢谢。